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浩南，贵正浩南，我在这里祝英皇体育的朋友红红火火，都能够在英皇体验精彩人生。英超比分直播，五大联赛法甲直播，西甲直播，德甲直播。北京时间8月18日2:45，2022分之2021英甲第三轮，林肯城新赛季不败，博尔顿开局两连平。林肯城俱乐部成立于1884年，曾经在2018分之2017赛季拿下英格兰联赛锦标赛冠军。上赛季林肯城位列联赛第五名。本赛季林肯城虽然季前热身赛只取得两场胜利，但赛季开始后的三场正赛取得了1胜2平的不败战绩，发挥较为稳定。历史交手方面，林肯城与博尔顿有过两次交手，双方各胜一场，平分秋色。博尔顿俱乐部成立于1874年，是英格兰足球联赛创始俱乐部之一。他们因为财政不佳，于2012分至2011赛季从英超降级，目前财政问题仍未得到解决，处于被托管的状态。状态方面，博尔顿最近12场各项赛事不败，状态较为稳健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最近5场各项赛事，博尔顿全部打成平局，没能取得一场胜利。参考主客双方实力及历史声望，林肯城出餐仅让平半不够给力，上行数据定在高位也不利于主胜。考虑到客队博尔顿状态较为稳定，本场比赛谨慎看好他们不败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